第一大学造型艺术系师生连续四年来甲这大川公所来配合。伫咧年终的时阵，师生是做伙伫咧公所来展出作品。即届作品有这绘画、雕塑甲这工艺等等。另外，创作的作品也是相当的多元。民众来到大川公所洽公的时阵，拢会当欣赏到这些作品。伫咧大川公所展出的作品，就是大一大学师生的创作。即届总共展出六十几件作品，造型艺术系即卖已经有十大工房，学生会当伫咧各个工房做不同的学习，创作出上届有创意的作品。第四次呢，我们大川乡公所的这个二三楼的这个展览厅来展出我们造型艺术系师生的作品。那这次一样的延续前几年，我们还是用九大工坊的作品，师生的作品来包括了那个工艺有四个工坊。筹办这一次展览，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造艺系的不同工坊收集到了不同的作品，并且一一按工坊分工登记，群策群力完成了这次展览。行政科长许芳杰表示，大川公所甲大雅大学这项展览的活动已经配合四年，地方相关的行政机关甲相关的学府做伙来合作，也看出来大川地方机关的和谐。这些作品也让大川乡公所充满了艺术气息。跟大雅大学的造型艺术系来合办，叫做大大的美，也就是说我们大川乡公所跟大雅大学取名前面的大字。好，那我们这是我们第四年来一起来办，然后我们文化艺廊展出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的展出是每年度这个重头戏所以说我们的造型艺术系真的是群策群力。这次展出的作品充满了这学生的创作，这学生在师长的指导之下展现出自己的创作能力，部分的作品也是立体的作品，将这理论甲这创意结合做伙，成为上届特别优秀的作品。中视新闻柯淑媛观点报道。